再次看见这群猴子们，好亲切啊。这款游戏可以说是我心目当中的 top 十了，虽然说游戏的内容也没那么丰富。这个游戏我当初已经在 iPad 上面玩通关了。哎，这是没有见过的生物哎，1000万年前，我记得这是什么鸟来着？就这一段的意思是讲了一个完整的食物链，大鱼吃小鱼，鱼被鸟吃。